이거 먹어, 이거나. 엄마가 정리해 주는 거야. 시발. 내가 上个周末来的我的后辈，他不上那个医院医生那个啥学校嘛，他的同学，只有一年的男的，想找中国的朋友。91年的，他是91年的，对，这个男的是91年的，对，然后他想找一个91年的女朋友，不用只有一年的，就那个就年龄那边就行就比他小，或者是比他，那不能比他大吧？都行吧，那他不是没说那个不能大，在韩国的吗？对，所以他也希望那个朋友也在中国啊，韩国。哎，苏达，希望他，好的。大哥，괜찮아，大哥。那他要找他在哪儿？他那我哪块儿？那个建大那边。建大那边。对，那边不是有挺多中国那个什么吗？留学生那吗？他是学医的，他将来不是医生吗？对啊。妈呀，那职业老好了，你挣老多钱了吧？那中国女的不是有挺多钱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不是合适吗？要找一个那个留学生也行。找一个那个在建大那边，哎，那个小助理他，小助理91年的，问他呢，问他有男朋友，问一下他那个，他的朋友，啊，问他的朋友有没有？对呀、啊，问他朋友有没有吧？对。我去，我去吧，要不，我去吧，我91年正好，我去，把脸整一下，中吗？别忘带你的2个儿子，还有你的老公。不要了，儿子给你吧。我不要了，我去找个医生，那个行，行吗？非常行，走吧。同意了。啊，同意了。哎呀妈呀，那中你就给我介绍，你就说的，哎呀，我们这有一个认识的小姑娘，91年的，长得可俊了，然后那个，但是呢，就是有点小麻烦啊，家里有两个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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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看他干不干。然后从还没回来以后，哎呀，老公，我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我都错了，快点接我。我啥也不怕，我啥也不怕，我怕啥呀？我怕呀！我怕啥呀？这一天，我怕啥？那我给他研究研究，我看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？先问那个小小那个助助理，理，对，来，头条上的朋友有没有在韩国的？在韩国留学的是吧？对，上学的91年的，中，相关的也行，不是长得帅吗？不知道啊。你赶紧发照片过来看看呀！不帅吗？给你叫啥呢？最近那个图片不那个交流，之前不交流。啊，是吗？对。但是这职业挺好的，医生啊，将来最起码毕业了2000万吧，有没有证？是吗？啊，2000万一个月12万人民币呢！妈呀，快点谁报名？我给你们介绍，拿个线，快点来！他真心的吗？真心要处吗？对。真心要处啊！我告诉他了，你要那个什么呢？开玩笑的话，我。找你打死，对，不能开玩笑啊，对，就是真正要处的，要结婚那种，对，那种，那我给你整一下，行，他的年龄也不小，31岁嘛，行，要医生的话，那腿好了，哎呀，就是我这有俩孩子，没俩孩子，我赶紧娶，去，看我老公买2桶，这大螃蟹生腌的，这个是酱油腌的。那个是辣椒酱腌的，看这个吧，啊，看这个吧，辣椒酱挺好吃。哎呀，哎呦妈呀，好吃吗？哎呦妈呀，不觉得好吃。哎呦，我害怕，这个我还能接受2口，这个我简直就吃不了。哦，这个酱，就生腌的，韩国人居然吃生的，你说？这个是3代的啊，奶奶做了，是吗？然后妈妈做了，现在孙子做着。啊，是吗？对。在仁川呢，在仁川。对，在韩国的你们谁想吃可以去买这个，挺贵，是吗？200块钱，200块钱一桶啊？啊？这个200块钱一桶，但还行吧。你要是去买螃蟹自己腌的话，是不是得那个放那个大螃蟹的话，啊，那就放2个，啊，2250。我去，哇，太贵了，啊。他们先给你做，不是，
这是不是小的嘛？啊，他们放那个大的，啊，哎呦我的妈，那太贵了。嗯，你们看金老板在干什么？我家马桶堵了，搁这捅马桶呢。这是在哪买的神器啊？有用吗？嗯，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天！金老板看没有？上得天堂，下得厨房，捅得厕所。还有啥？200块钱。啊？出账用300块钱。哎呦妈呀，那么贵的吗？嗯。整明白点啦，嗯，整明白点啦，嗯，哎呦我的妈，哈哈哈哈，有点钓，这不是在剑桥大学学习的钓鱼的感觉，哈哈哈哈，哎呦妈，你看一下，哎呦妈呀，爸爸的人生这么辛苦呢，啊，这么困难呢，哈哈哈哈，在外边还得挣钱，啊，回家还得捅厕所。太辛苦了，还买了这些干什么？几遍了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之前还买了一个不好使，哎呦妈！孔明师，看一下我们的父母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看这个好没好？这就好了嘛，这对了，这对了，完事了。还洗一下，过来过来，平平卷，过来，不能过去。你看那小秃头，你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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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妈，看这个吃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入迷了，眼都闭上了吃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还把那个啊牙拔起来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太硬了。对。哎呀妈，这吃的，我是不能使劲那个拔出来。咋这么愿意？不够。哎呦，这里边太好吃了。啊？你吃点这个。这什么病？不是这个酱是挺好吃的，我觉得是。对。那里边没啥吃的。里边就是那个啥美味儿。就是阿姨做的酱牛肉。还做的那个鸡肉，哎呦我的妈！做的这鸡汤就鱼，对啊，做那鸡汤都喝了，我儿去了。这是炖的鸡汤，放那个药包，炖的可好喝了。不要这个阿姨啊！就做饭好吃，啥也不干，就在厨房这待着。听话的啊！你就做好吃的就完事了吗？妈呀！他干啥？做好吃的一天给大爷钱呢？上次那个炒馅子阿姨那个就天天。这里的，我吃做的饭的可不好吃。哎呀妈，行，你喜欢就得了呗，我不也没说啥吗？嗯，你喜欢就行了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嗯，好嘞，得听金老板的啊。我老公把鸡汤都喝了。看，又咋了？这啥？就放在那个雷音机30秒。往上吃。天天整些奇奇怪怪的啥玩意儿？是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啥呀？你吃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你说？嗯，这他爸又去买一个给这家伙全车，哎呦我的妈，全车，买哪个？这不买个这个，这家伙全买大车，买点小得了，你说说，咋的啦，小秃头？啊？干啥？要啥？这个这老翻冰箱干啥呀？冰箱里有啥呀？那口不行，这个冰凉，这个没有。你要啥呀？那啥也没有，还嗯嗯的，过来来，没有那块儿。哎呀妈呀！要给你个山楂片吧？山楂片吗？这种吗？这种吗？嗯，这种吧。好了，吃吧。那你打开啊、嗯！你小馋猫，你是个小馋猫，来吃吧，好吃吗？你看你，哎呀妈呀，你小玩意儿，你哎呦，熬的爷们儿啊，厉害不？厉害，这粑粑厉害的，你吃的。这爷们儿挺厉害，又是一个爷们儿。对啊，那你还是娘们儿啊？娘们儿。
都搁哪学这些话呢？你说你啊？这是韩国大辣椒酱，我家辣椒酱基本上没做菜用，都让我老公这么干吃了，好好吃了这辣椒酱。蘸它这个是什么什么玩意儿也不知道。哎呦我去！放一半儿啊。那我就是没有内子。没有内子，你这个吃法，我真是妈。这就是酒吧，金老板的酒吧。哎呦妈呀！你说你吃这些，他也不胖。挣的要钱吧，人家都有自己酒吧在家里。哎呦妈，还酒吧呢？大一个。那我给你往这橱里放点酒吧，放点酒，你随便搞点，随便用，就是酒吧。然后给你把这块放上高脚凳，然后呢墙上画一堆，挂一堆杯子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对。那这是酒吧就完事了吗？嗯。还有啥大不了的？酒吧呀。专门的外边可以看海边。那我外边给你放点水。放个水盆儿，把这个汤都弄出来喝了得了。看这个大草药包，煮出来这鸡啥也不用放，就放点蒜，盐就行了，大补啊！把汤都挤出来，我就喝一碗汤得了。